老夫娘分少年狂，至肾亏。不含糖。有基友们，基友们，圣诞快乐，新年快乐，生日快乐，新婚快乐，分手快乐，我是快乐的渗透之期间，节日的狂欢之余还跑来看我的实况，你说你到底是有多寂寞。大家也都见识了我新养了两只公鸽子，本来只是一只，但是它叫唤个不停，无奈之下只能把另一只也买回来。自打两只在一起以后再也不叫唤了，烤乳鸽的梦想破灭，因为真爱不能少啊。那么继续是电视环节，也是积压了两周的电视，就在这节日的 BGM 下上个中国爱吧。废话不多说，正式开始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硬币 Alright, get started. Turn on your cell phone. Pour hand hydrant. Watch my shade. It's show time. 哎，欢迎回到今天的暴雨的第十三期啊！今现在正值圣诞节，那么为大家献上我们这个实况，也是因为期末考试，所以连续两周没有更新视频。我也是非常期待现在这个剧情的走向。上一期记得我们结尾的时候呢，是在这个在一场舞台剧中结束了，在暴雨中的一个下着暴雨的舞台剧中结束了，最后拼了一个5×5的拼图，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拼图中是一个小女孩抱着一个娃娃，记不得可以上次再回顾一下。然后呢，我们就草草的离开了那里，那个场景恢复了正常的现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现在对剧情我真的是一直不能说一知半解，我是一知一解，一点都不懂。所以我们为了尽快的探索我们的剧情，我们先让游戏正式开始吧。The game starts. I got the message. I came to find you. Hey, you got the wrong man, Murph.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But if there's a song you want to hear or a dedication you want to make, I could. I mean, now cut the bullshit, because I don't have time for this. Miss, Pendleton. No! God! Murphy, run! Funny place to take a nap, son. Whatever I did to get here, I've had enough. I want out. Do you understand me? Son, you still don't get it. Yes. May I help you? I understand this must be very confusing for you. I'm sure you'll find your visit enlightening. 哎，我们现在回到了这个孤儿院里，然后我们的马飞潘豆顿还是拿着我们伟大的萧皇斧。然后呢，现在这个我们在什么位置，咱先看看地图，先了解一下情况。每次玩这个游戏的画面都要调特别的亮啊，你们也知道，要不然什么也看不见。旁边是 classroom 里边，我们先去看一眼，就是在我们的左手边，就是哎，这灯光怎么回事，而且这个怎么还有说话的声音，突然间就灵异了呀，这里边没事吧？其实你玩了这么多，你就感觉你不是很害怕，而且这底上怎么，这地上还有这个啊，还有这个消防斧，你看见没？那咱们就拿一个吧，好像后边没有人的样子，来把它捡起来。哎，不是这个，哎，长枪其实也挺好用的，但是它这个就是磨损度还不如消防斧好用。哎，怎么这么多消防斧啊？哎呦，不知道说什么好，突然间就这么福利了吗？哦 ，close。哦，这是我们之前打开的抽屉。这个 classroom 里边我看看，因为我们之前拿到了一个黑板擦，所以这个黑板擦说不定在这里边有什么用，因为这是一个唯一有黑板的地方。那么问题来了，这教室的黑板在什么地方？我总觉得这里边没有黑板啊，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先走吧。我现在是完全一个迷路的状态，不知道该怎么走，所以我可能这里边要掐掉好多地方的样子啊。这边可以上楼，咱们先上楼吧，看看楼上有什么。楼上是不是也有一样的教室呢？现在我是有武器，所以我应该不是特别。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他唱歌了。哎，我居然进来了。Wait。哎，你等等我！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哇，这个 ，pick up what？ 椅子吗？喂，怎么回事？我居然就这么进来了！哦，这个画面我醉了，这怎么实况啊？大家，我跟你们说，这个真的是，这游戏我查了啊，优化的问题，真的是优化的问题。哇，现在我们在什么地方？好黑，好可怕的呀！啊！王八蛋，去死！不行，我要换一个灯了，看我的紫外线灯。
你们看现在是不是像一个恐怖大片的感觉？用这个灯以后，我再给他补一刀，这样他就彻底死了。再来一下就打我自己了。等一下，还是用普通的手电吧，这个太醉人了。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东西的，否则不能让我这么进来呀，对吧？ I'll pick up what？ 哦，一幅画像啊，父亲节快乐。我们可以从这个画上面看到呢，这个左边有一个小孩给他爸爸送了一把枪，他爸爸非常开心。然后这个房子里边是这个非常惨的一个惨状。右边有一个飞着的一个仙女吧，那是绿了吧唧的那个啊。咱们先不看这个。他说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哦、啊！什么？谁打我？谁打我？难道是看不见的啊？看不见的人，去死去死！等一下，还有，对，有人跟我说有一个钮是防御来着，我忘记了呀。难道人圆圈吗？不对，圆圈把东西给扔了。谁到底是谁召唤的？啊，还在有，去死去死去死吧去死吧，死了吧，再来，再来一次。哇，这人偶我好烦。哎，你们刚才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吗？啊！哎呀妈呀，这笑点有魔性，好想把这个笑点拿来做封面。行吧，这有一个 first aid， 快捡。我pick up。好的，这个手电筒简直不能忍，郭敬明视角的手电筒怎么用啊？哎呀，这画面又醉人了啊，又醉人了。那咱们哎，地图呢？地图还给我，前面是死胡同啊，走不出去 ，control room。我们刚才是 control room 出来的吧，再过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了。而且这个声音是怎么回事？哎 ，unlock， 不行，我打不开。其实他那个歌是非常好听的，你们有没有觉得？好的，我不管了，现在我们去这个 classroom。classroom 是在这个位置。哎，等一等，我听到了什么声音？我没有害怕，没有害怕，没有害怕啊！真的不是我害怕。哦 ，classroom 在我们这个后手边的这个位置，这个不是害不害怕的问题啊，这个是，好吧，这个木门进就是了。好了，这是我们教室，看我的黑板擦，用武之处就要来了，啊，就要来了。然后这个房间里面应该没有光能吧？好像有很多，有没有可以捡的？我先不管了，我们先擦一擦这个黑板吧，可能擦出个人脸，因为现在看起来是一个项链。你在干什么？你以为这个可以打开吗？哦，现在可以用我们的这个物品啊，用我们的黑板擦，应该是这个 Bible Eraser。哎，哦，他把这是强迫症吧？因为不能忍上面有一个图案，所以给他擦掉了。会擦出什么东西吗？哇，好美，好美的画面。真的很美，我没看出这个作图。哎，啊！难道？哦，不是你世界，太好了。哦，现在我们可以控制他吗 ？Charlie， 这好像是梦境。哦，这他儿子 Charlie， 是叫 Charlie 吧？他刚才喊了一声：“儿子，爹来了，不要跑。Charlie ”儿子 ，Charlie。就有点像那个 Heavy Rain 里边的那个眼镜。哎，没了吗？这叫什么？这叫春梦。我们做了一场春梦，梦结束了。哎，这门难道是召唤着我们过去吗？看来这当一定要上了呀。Use， 这什么呀 ？Found a Silent Hill artifact， 居然找到这种东西。啊，上面写什么 ？Thank you。Fun in the sun。好的，啊，有人吗？在哪里？怎么震了一下啊？笑什么笑？出来跟我正面打，保证打死你！哎呦我的妈呀，好可怕，好可怕！这边有张字条，字条肯定可以看的。来吧，读吧。哎，不对不对，我已经不知道摁哪个键了吗？哦，好大的字条 ，San Mario Institution， 吧。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放大来着。嗯，放大是 toggle zoom right here。这写的是什么呢 ？From to， 好像是一封信啊。Patient's name， 这个 patient 我猜可能不能是男主角的儿子呀？嗯，
preliminary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 啊，说不定这儿子有精神病。New patient arrived today, named, 看不见 aged 也看不见，年龄难道也很重要吗？ Comes to us with a number of interesting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He just was marked impairment in the use of a number of nonverbal behaviors, most notably eye contact, facial expression, body postures. Shows no interest in participating in simple social play, preferring instead solitary activities. Though 这个人 maintains adequate speech ability, he shows marked impairment in his ability to initiate and or sustain conversation with others. 这个是传说中的这个自闭症吧，我觉得就是一般这种人都是就是自己自言自语很能说话，但是他们就是没法跟别人讲话，就那种感觉就比较中二了。Furthermore, engages in the repetitive use of idiosyncratic language as well as repetitive mannerisms. Also has a persistent preoccupation with parts of objects. Further evaluation is required. Respectfully submitted, Dr. Chloe Zhang, attending psychiatrist. 奇怪。这个人这小孩挺奇怪的，难道是刚才那个小男孩吗？还是说男主角的儿子呢？ Daddy, Daddy, make it stop. 哎，怎么回事？这难道是回忆杀经典场景？比如说他爸这个 Murphy 正在伤害孩子。下边我们要去的是一个 playroom， 我们不管了，现在反正也是一本道的样子。现在是 play， 等一下，这球怎么自己动了？难道我可以看到什么不能看到的东西吗？我最讨厌就是寂静岭的这一带里面闹鬼，简直不能忍！一进门球就自己动，这不能搜。好吧，我看我能不能踢一下这个球。我让你动。哦，没事吗？我可以踢吗？可以踢，居然是有物理判定的。他跟我们男的那个椅子吧，其实很……哎，谁能告诉我这个照片上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她有魔性。你们看她的笑脸，她已经出现了好多次了呀。好的，我们接下来去哪个房间呢 ？Playroom。然后我们现在是这个。在这个，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还有血迹啊？好可怕！这边有个门，从这儿出去就可以了。哎，别开门去！没事儿，暂时没事儿，暂时没事儿，暂时没事儿。然后呢，我们现在告诉我们那个门是走不了的，后面有一个小仓库，有个小门，这门可以进。咱们要搜都搜个彻底吧，完全不知道该干什么。哦，这门得有魔性。一般这种门里面都是给你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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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东西啊？你看，比如说这个 first aid， 都有15个了吧？看看啊。我们的 first 有16个了，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血，所以先不喝了。17发子弹，哎呦 ，radio， 不是，里面有东西，又可以看东西了。这是什么？里面你看，这真的是那个 institute， 然后我们 institute 就是等一下，比如我们监狱呢，也不要那个，就是官方的名字不叫那个 prison， 也叫 institute。然后我们来 zoom 来看一下，其实不用 zoom 也可以看。还是一样的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 但是没有日期，还是一样的这个 doctor 跟一样的人在做这个 patient。应该还是刚才那个小男孩，没有错吧？ Has shown no deviation from extreme social degenerative traits, despite numerous applications of electro shock therapy. 哎呦，滋滋滋，感受到了吗？sessions in the isolation tank were also unsuccessful. I feel more aggressive methods should be pursued.王八蛋 ，and I would like to set up a meeting in the near future to discuss them. Sincerely, 然后 Dr. Chloe Zhang， 这人王八蛋，不要脸啊！这不闹鬼才怪吧？对一个不管是对什么人，这帮做研究的人，他们总是有一种在游戏里面总是被黑的不得了。好的，这会儿可以听 radio。难道还是刚才那个 DJ 吗？等一下，这画风不一样了。这 radio 的画风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的 DJ 在哪里？好可怕，好可怕！哎呀妈呀，这 radio 一打开的这一刹那，我就觉得好可怕呀！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地图。我们又 playroom 从这边出来了，然后从这边出来，前面是 main room。哎，这灯怎么了？又闹鬼了！啊，门后面是什么呢？哦，这不是我们进来的地方吗？没事吧？好像是底下是我们刚进来的那个门，大家还记得吗？这边有个坑，就是这个门是我们进来的门，然后这边是我们一开始能进去的门，底下有个坑来着。看起来没什么事儿，这么亮应该没事儿，有事儿也不怕。Pick up what？ 哦，这边还有消防斧。哎呀，这么多消防斧，这就是顺便让我们砍门喽，不砍门有些地方走不了喽。可是那边可以过去吧？我过去，跑过去应该。哎，什么？顶上是空心的？等一下，啊！
我的妈呀，好多红烧，好多红烧肉都上来了。这柜子里面没有东西吧？这么多红烧肉，难道要跟他们决一死战吗？红烧肉来了，去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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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死一次，你怕不怕？好的，死了一个红烧肉。我的妈呀，这怎么又下雨又刮风的呀？好的，看起来我们要是往北走的话，我们现在看地图，我们唯一走这条走廊，在前边，前边的地方应该，我的妈，好可怕 ！Pick up what？ 这可以砍的，后边应该没有人吧？我忘了哪个剑士看身后了，不管了，先走。嘿，关门，门关不了吗？没有选项啊，不是我不关啊，没有关门这个选项，可能是自动关的吧。好的。好的，右边都不能走，只有左边 restroom 厕所可以走。来来来，厕所，有厕所走也不错呀。妈，这厕所怎么？那里面有个坐着动动的椅子，这厕所好可怕！我的妈呀！哦，不对，这个 restroom 就是一个休息室还是怎样啊？这厕所怎么不像厕所呀？哦，它这个就是休息室的意思。看来，好的，这个可以 open， 里面肯定有好东西。来，空的，好吧，这个呢？他的抽屉为什么可以设成可以 open 可以 close？ 这还是他的那个，一定要看，好好玩这个。还是这个医生的这个报告，这回上面已经什么也不写了。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水的痕迹。然后 Dear Mr. Mrs. 这个应该是给他爸妈写的。The purpose of letters to offer sincerest condolences for tragic loss of her son. 哈哈，怎么样？我就猜嘛。On May 2nd, during recent surgical procedure, despite the best efforts by the attending surgical staff.Extenuating medical complications impeded all efforts to revive him. 哎呀，那下边肯定就是这个不要脸这个医生的这个免责声明啊。We would also kindly remind you that the surgical procedure was legally authorized in the agreement signed when our son was firstly admitted to our facility. 你看 ，regretfully， 这个简直不要脸。哎，好的，那我们这个信呢啊就看完了。然后我们看我们面前呢，现在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一直在意这个摇摇晃晃的椅子，但是现在它不晃了，我砍它一下，看它有什么效果。看起来是没什么效果。然后这房间是 restroom 啊，这个我们就当休息厅来看吧。还有什么可以看的东西吗？我现在有一个想吐槽的地方，就是它那个抽屉是可以打开可以拉上的，我就不懂。哎，有个小车，还有个电视 ，pick up。哦，我们拿到了一个也是 artifact， 这电视可不可以不演啊？好烦啊！砍不坏，好想拿枪给他来一枪。昨天我在看那个 GK， 不行出戏了。GK 直播的时候，然后里边那个电视特别醉人。所以现在唯一能走的路呢，就是前面从这个地方绕过去，从这个，哎，这边应该有个小阳台啊，也是封住的，就这个小圈儿。好的，哇，这边给这么多椅子，就是告诉我们前方要有打仗的地方。可是这个椅子打敌人真的是一击椅子就必杀了呀，椅子就坏了呀，不靠谱是吧？我也觉得不靠谱。好的，这地方可以翻过去，走。哦，这是厨房，这是 kitchen 吗？好的，我们现在在厨房里了。哦，我们现在是在厨房里了。厨房里肯定给我们，哎，这有强力的武器，这个锅。啊，这个锅呢，在寂静岭的这一部里面确实没有死魂曲里面好用。死魂曲里面的锅真的是一击必杀，砍谁谁死。菜刀，哎，哎，这是干什么？不是进入你世界吧？我的妈呀，这楼怎么这？哎。这楼怎么？啊！我又来了，红烧肉又来了！啊！你屌吗？去死吧！你觉得自己很屌吗？去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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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贼！好的，红烧肉死了。哎呦我的妈！但是他现在给我们开了一条道路啊，刚才是没有这个缝的，现在有这个缝可以钻了。我们从 kitchen 刚刚出来。然后前面是楼梯间来着，然后现在我们可以 surgery 这个做手术的房间，那我们现在就去做手术的房间瞅一瞅吧，看这里面有什么猫腻儿，就是这个位置，也就这个位置，好吧，因祸得福。既然那边过不去，所以楼梯间应该是我们最后要去的地方。我要建个修女可真困难，我今天到底能不能建成修女啊？然后那个有发亮的床，为什么有发亮的床？这是谁在说话？这顶上难道有人吗？这里边难道有人吗？没有吧。好的，这里边难道有什么要做的事情吗？这边可以跳过去吗？
我们来踩这个能不能过去。哦，这孩子好可怜，刚才咱们看的所有笔记里面说的孩子就是这个。我的妈呀，这震来震去震的我也是醉了。好的，我们的 surgery 这边可以绕出来，走吧，没有可以调查的。好的，我们绕出来了，绕出来了。我的妈呀，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哇，这个哦，给我们一个 saving。哦，居然给我们 saving 了，那我们的这一批呢就到此为止吧。啊，咱们下一批继续再见。哎，还是老生常谈，若喜视频请藏请赞请闭，那么我们下一批再见喽，拜拜。